is proud to present an original Hanfu show we call Yun Shang Fa Xia. It's showtime. Being in the U.S. for over 40 years, I've never seen an event like this. To be honest, my background is Mexican-American, so I'm so excited. Honestly, that's so beautiful, the colors, the designs. I would happily wear some of these objects and outfits. They're absolutely beautiful. 很感动，今天只看到他们的服装啊、表演啊，很难在美国可以抢得到。那么希望将来有更多活动能够在美国各地展开，让我们的 美国当地的民众呢，也能够多多了解我们中华的文化。 Just being raised in America, I haven'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and partake in my own culture. I just feel so blessed in 2021 that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has stood up together and they say that we are one and we are American. I believe in future, we will make this event bigger and better. Would you join me? Yes. 云山华夏是2021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一场汉服秀。这场汉服秀已经落幕了，但是留在我们心里的这些美好的记忆还久久的无法忘记。 美国的汉服爱好者的群体应该是在过去的5、6年间慢慢的兴起和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协会是在4、5年前就开始逐渐的和这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们开始合作，但是做成像这一场中秋的大型的情景式的汉服演出，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在美国做汉服表演是很难的。我们每一周都会安排时间，大家聚在一起做这个排练。大家都非常认真，因为毕竟我们在海外，就有很多小朋友都是很早就来了，对于这个中国文化，其实知道的太少了。借助这一个演出的机会吧，我觉得让大家在我们这些海外华子吧，能够再一次把中国的文化带给当地的这些观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难点的话，就是能够揣摩汉服以及古人的一些动作、一些步伐的那些韵味。毕竟我们都不是说专业的去研究这个的学者，所以对于一些韵味也好，它的这些其中的礼仪也好，还是需要去揣摩一下。大家平时都是有工作、有学习生活的，所以都是周末的时间，大家抽时间过来排练。
这场秀里不仅有年轻的演员，我觉得我不仅是一件衣服的爱好者，更是这个文化的传承者。我觉得这不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责任。我们不是复古，我们是复兴，复兴的重在它的精神。历史都是写在衣服上面的，它不断的民族融合和冲突，所以造就我们中国。整个看下来，你会大概了解一个历史脉络，了解自己的过去，了解自己的历史，才能让我知道我未来应该怎么走啊。也有老年人，炎黄子孙哈，我们为自己的汉服而自豪而骄傲。也有青少年，还有些儿童。所以如果这些小朋友他从小就是参加这次活动，他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对汉服感兴趣，那他同时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通过了解汉服，然后他会学习中国文化。虽然我们生在海外，还是想他们多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所以这样的活动的话，在海外去宣扬咱们中国的文化，我一定要参加的。我很高兴能在美国看到这些年轻的新移民们，这些留学生们，在他们的身上不仅有着对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爱好，而更多的是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入汉服坑已经很多年了，一围表它就是一个容器，什么都可以装进去，所以汉服就是一般都是大家觉得好看先买了，然后穿上以后觉得哎，我可以参加一些活动，然后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就这样就进一个圈子，进传统文化这个圈子以后，然后慢慢的就会喜欢琴棋书画呀，然后会参加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汉服就是个引子，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就想说多行善事莫问前程，就是我喜欢这个事情，我也会让身边的人知道，那感兴趣的人自然就来了。我是说我喜欢，其次就是说坚持做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意义，坚持做总会有人看到。所以我们也愿意帮助他们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就是把他们对汉服的爱好通过设计，通过策划，来作为一种舞台表演和情景剧的方式来展示出来，能让更多的美国的观众来体验汉服的美，来了解汉服的美，来了解中国文化的美，能实现他们对于传承文化和传播文化的理想和愿望，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他们。希望以后有朝一日，我们中国的汉服也能成为一个国际的时尚的符号，希望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看到汉服爱好者们身穿汉服来展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